第36题，同为一摩尔的下列各种物质，何者所含的碳原子数最多？那么 A CaCO3， 我们看到一摩尔呢会有一摩尔的碳 ；B C3H8， 我们看到一摩尔呢会有三摩尔的碳 ；C PCl3， 这里根本就没有碳，所以零个碳。选项出 C2H5OH， 一摩尔呢会有两摩尔碳，所以我们发现呢，同样为一摩尔的各种物质呢，我们的选项 B 所含有的碳原子数最多。第36题问我们说，何者所含的碳原子数最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C3H8。